本所与少年队啊联手出击，查缉枪毒，于昨日啊持高雄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，前往许姓嫌犯啊住处地下室埋伏。在许姓嫌犯返家时啊，警方一拥而上，将其压制在地。当场在许姓嫌犯的随身包包内，啊，查获改造手枪一把、子弹六发，以及安非他命、K 盘等相关证物。随后，并在其住处同住友人吴姓嫌犯的房间内，查获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、K 盘等相关证物。全案侦讯后，依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》及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》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。警方也将持续啊追查枪毒的来源。枪毒影响社会治安甚巨，警方将持续严正执法，加强打击犯罪力道，以维护治安，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。